这个戒指实在太漂亮了，就是定做，私人定做的定做款，就是因为他很喜欢，就是哎，baby 太小了，对，不小心那个会割到 baby 的手，你看哇，18K 金，14.7克，这个很特别定做的，就是龙年，就说明年龙年啊，对呀，非常漂亮，哎呦，才2800，真的买不到的，3500都买不到，这3800都买不到，龙年的，明年龙年的，对，如果他自己很爱的，就是说，因为小朋友孩子太小了，有时候就是抓就对对对对，哎，你看，哎呀，这个龙年龙才2800，哇，真的没话讲。对对对，就每一次看都很喜欢，对，真的很好。对，我个人我也很喜欢这个，很，尤其是明年龙年，真的很好。如果不是我孩子小的话，我真的我就自己戴很漂亮。对对对，这个真的很漂亮。对对对，这肯定能卖，我的感觉，因为这因为明年而且龙年的嘛，这么漂亮，才2800，对不对？很特色的，因为你就是这个，你看你去买龙的这种戒指或干嘛，没有这么漂亮的，对对，做的真的没有。你看，通通手工的，通通手工那种。对，而且它这个它整个的这一块的这个翡翠啊，颜色呀也很纯，也很阳，对，很好，就不发暗，对。非常好，对，2800，就看近代有缘人而已了。这反正这肯定能卖掉，100%能卖掉的。那跟我买的东西一定能卖掉。那这个也非常好，为什么呢？钻石2-3卡拉，才1480，去哪里找？13克，18K，OK。他也买了没几天，那个就没没戴过，没戴过的，对对对。因为可能现在人胖，然后戴圆的显得脸很圆。就是你戴这个小朋友，不是小朋友容易中，对，他还会抓。对呀，对的，小朋友，你看这么差不多3卡拉钻石，你去哪里找了？真的，你材料绝对买不到，这个也能马上，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卖掉，肯定能卖掉的。这个就。65圈65圈，买给我妈的，对，卖给他妈，人他妈要觉得大还是小啊？65圈，因为我们现在有几个客人找62圈的，对，好，也是近代有缘人，1500啊，这个他当时很贵买来的，现在也是甩卖了。Give me few seconds, OK, 哇，很少 ，OK, 就刚才他们在讲了 ，He's very handsome, 对吧？美女，We talk story, okay? Yeah, of course, have to share story, okay? Exchange life, exchange story, story, man. Okay, 然后这个4800啊，4800，对，那刚才那个八字眉，他买了很贵。这个，你说个这个莫奈的花园，对，啊、这个现在这个国内把这种料子呢，这种颜色呢，专门是有一个名字叫那个莫奈花园，对，因为它的这个颜色是这种蓝紫色，然后蓝紫色的底，然后有绿色和黄色的飘花，它就是那个莫奈的那个名画睡莲的那个配色嘛。对，然后而且它是一个正冰的种底，然后就是种水色都是非常好的。对，我这个买过来比这个贵多了，但是现在就是说，这个买来差不多10000，现在就4800。对，我是有点戴不进去了，说实话。4800 ，OK， 你看，睡莲系列，对，还有一个那个。其实你把它放在别的一比一，你就看得出这个种水颜色都不一样的。然后这个片花。要花60圈啊，对，800块其实也很好，对，真的很好。对啊，哎呀，这个就是这个现在这个800块能买到，买不到东西的，对啊，对的，也是因为根据街里的孩子啊，就有时候太小，有些东西不太适合带，就以长养长一些。对对对对，就是有时候你又看到哎，有又想买其他的，然后你哎这个他不带，其实这个也很好的，800块绝对送人都好。值不行我就拿去送人，真的啊，能买，绝对能买。对，这个实物更好。OK， 就是，它也冰的，它也带冰的啊。就是圈口对的话就那个了，哇。所以买珠宝多好，那个是也随时也长养长。OK， 那这个龙头，我个人也非常喜欢这，而且明年龙年真的，龙腾虎跃，由龙年龙头。望到龙尾啊，这是真的很好，对对对。你说这个 ，OK， 好，我再睇下翡翠先走啦喂，睇下翡翠啦，有大把啦，对。这个送给老公还是送给对自己爸爸，多威猛啊！这多威猛，对啊。那边个龙头你睇下啦，呀，哇，
好，有兴趣的朋友们赶紧加微信了呢。呢、这个龙头啱你啦，我惊。对对对。哇，呢、这个手压靓啊，呢、这个手压，呢、这个靓喎、哦。你咪睇啦，睇啦，呢、这个几钱个？呢、这个八百 ，OK。八百，呢个八百，抵啦，八千啊嘛。八百就抵到烂啦，呀呀呀。